恭喜 Selina， 谢谢你。紧接着有颁发另外一个第二名的优胜，可以获得掌宝移动科技所提供的炫光可爱蛋。这一位呢，不知道已经得过，不知道有没有得过优胜的话，印象中好像有优胜，他是靠跳舞的，今天也是跳舞，恭喜妮妮。妮妮是不是已经三次了？恭喜妮妮获得三次优胜，蓝波老师颁发炫光可爱蛋以及陪审会优胜的执行蛋，另外还有皇冠，还有另类混搭，已经三次了，没有错吧？其实我觉得今天哈，我讲实在，今天的表演真的，我觉得没有很突出，也没有怎么样。其实我们在选择的时候，其实还蛮容易，蛮痛苦，啊，蛮容易，就是说，就是好的就这一个。但是他这几位，我们其实今天你们赢的也没有赢的，我觉得啦，没有赢的很，就是很明显就是你们。那我觉得其实对我对妮妮来讲，其实他应该可以表演的更好。嗯，只是今天其他对手，我觉得真的太弱了。对，我觉得是最险胜的一点点，所以也希望你能记得每一次都要做最好的表演，因为你之前表演都表演得很好，加油。选了一支与众不同的舞蹈，不是嘻哈，也不是爵士，也不是现在流行的国标，一个印度，非常难。我相信在学的过程中找影带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超龄演出，你才15岁，你跳得像20几岁，很棒，直逼职业，掌声鼓励。就像他们两位说的，如果你是职业的话，其实你还有一段距离，可是你这么年轻，还是位业余的选手，所以你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，你自己要想清楚好不好？好，加油。哎，妮妮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就很高兴，因为我之前都跳民族舞，然后真是想说跳一下印度，然后刚跳的时候就觉得没有跳，就之前练习的好。然后我这个是因为有老师帮我编，然后我就很感谢我的编舞老师。恭喜你啦，妮妮！紧接着优胜的部分是今天表现算是最好、最突出的第一名，可以获得 Chichi New York 所提供的可爱造型包。Chichi New York。宣布的是哪一位呢？这位乐器的，恭喜！究竟是哪一个妹妹击败群雄，拿到今天的冠军啊？休息一会儿，我们马上回来告诉你。恭喜！的彩带以及青青 New York 可爱造型包，恭喜恭喜！是，以资鼓励啦。为什么是他？我直觉啊，他的表现其实蛮自然的。他虽然还是有一些紧张，我们有看出来，可是他的不管是吹的部分也好，他的整个现场的台风，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。加油加油！谢谢老师。Angel 是第一次来参加吗？所以这一次一定是拿出你的看家本领。不过这边，我爱黑社会的淘汰赛里面不断的存活着，表示你要有各种不同的才艺跟大家见面。那接下来才是你极大的挑战哦，加油！谢谢。然后接下来，我觉得他如果他接着留下来的话，我觉得很两极，要不然会继续一直成长，然后要不然就是可能就到这边就开始没有别的才艺，一直往下掉。但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你不断的变成长，然后变成走出一条很棒的明星之路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你算是才加入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吗？对。现在心情如何？首次优胜。很高兴。你自己在家看淘汰赛的时候，你还没加入。我爱社会的时候，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觉得妹妹们很辛苦，就是觉得他们就是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项才艺，很不简单。那你自己加入以后，你心情会不会跟他们一样？会。面临到是什么样的问题？要一直不断的去想自己要表演什么才艺。那你今天拿到优胜，有没有要感谢谁的？谢谢爸爸妈妈。谢谢妹妹，然后谢谢工作人员，还有评审老师，还有
快乐老爸。算是新生努力，然后表现得相当好，谢谢，恭喜你啦。好了，刚刚呢是优胜的部分，也恭喜新进人员呢有好的表现。紧接着就是有人必须离开我爱黑社会了。平生老师，名单已经是在这边了。嗯哼，嗯哼，那我先跟他们稍微讨论一下，没问题。时间要交给他们。刚刚呢，优胜的可以坐着，其余的请起立。麦克风来到前面，剩下来的五位美眉究竟有谁在今天必须离开我爱黑社会呢？现在就回到棚内来揭晓吧。先问到巴拉，你对于今天自己的表现如何？你觉得自己表现如何？需要多加练习。嗯，你是不是很强调就是要摇滚注入在你的表演里面？我一直想要把吉他练好，因为我觉得女生弹电吉他还蛮少，如果我可以弹得好的话一定很棒。对，因为就学业的关系，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很充分的练习，这也是我的舒适这样。那你也来我爱这一段时间吗？嗯，三四个月。喜欢这边吗？嗯。最喜欢哪一个部分？就是妹妹私底下在一起的时候，嗯，跟台面上看到就差蛮多的。对，那你进入这个算是我爱黑社会的原地啊，有人鼓励你也有人批评你啊。嗯，对，要不要借这个机会最后跟他们讲讲话？就是批评我的人啊，就是说可能我成熟度不够啊，也来敢表演之类的，我会好好的加油再练习。那有没有感谢什么人？那也感谢，虽然我家族人很少啊，200多个，可是很谢谢你们支持我，谢谢。那对于今天的表演，你觉得如何呢？嗯，没有自信。没有自信。嗯。你喜欢我爱黑社会吗？嗯。嗯。喜欢。那如果今天必须离开的话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跟大家说的？心里有什么话想讲的话都可以，就同学都很支持啊，然后谢谢你们，但是我表现得不够好。那同学可能现在也在看电视啊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讲？感谢他们啊，因为他们支持你，谢谢你们。